大拇指和食指上面八号透色打底，照灯六十秒，然后中指小指上面涂上深酒红二号色甲油胶，照灯六十秒，无名指上面涂上一层银色铂金胶，全部重复两遍，然后这样颜色更饱和一点。这个红色又叠加了一遍三号，这样颜色更深一点点。涂完铂金胶之后，涂上一层擦洗粉的擦掉浮胶，涂大力胶去粘上这个满钻，用的是大钻。模板上面涂上硬化油，刮板快速刮掉，然后中指上面把浮胶擦掉，去印上两朵小雪花。印好之后不需要照灯，拿一个点珠笔点一点点白色甲油胶，去画出这种心形的形状。照灯六十秒，涂钢化封层就可以了。食指上面叠加一点点的金石猫眼，吸出宽猫眼的形状，做一个圣诞树。涂上钢化封层，然后用硬式免洗封层，照灯三十秒，往上去蹭上魔镜粉。包好边之后呢，用免洗啫喱粘钻胶去粘上这些小饰品。大拇指上面做的是一个圣诞老人。圣诞老人的话，昨天直播的时候有教大家去操作，这个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没有录出来它。整个指甲做完之后呢，把这个钻边上用大力胶另外那个针管胶去给它包一下边就行了，包括咱们那个小珍珠还有小钻上面都要去包边。喜欢的小爱心支持。